即将于4月27日与广大观众见面的韵星空李承韵与新古典主义演奏会于3月9日在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。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沉思后，鬼才音乐家李承韵再度扬帆起航。当天作为圈内好友常石磊和陈小朵也是现身发布会，现场有了好友的鼓励和支持，鬼才音乐家李承韵自然是信心十足。这不，一曲癫狂的音乐表演就将在场的观众着实震撼了一番。看着台上李承韵的忘我演出，同样作为音乐人的常石磊也有些按捺不住。不过有了李承韵的精彩铺垫，作为嘉宾现身的常石磊也是使出浑身解数，更是拿出了经典歌曲《我和你》来登台献艺。